好，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手电筒往前。不是我真的会被吓死，我被骗你，真的。哎，请大家在那边出点声音好不好 ？Please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完全脑筋一片空白，不能思考。你现在头皮发麻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约的是。我知道他会看到你。等一下。你在我后面好不好？不要在你后面。他现在没有下来嘛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干嘛？我就在那边呢、啊。在哪里？然后我们在楼上，要往三楼去，我们就还要到三楼去。对吗？那你跟他沟通一下嘛，你不是会阴阳眼吗？不是你跟他说，这你为什么要下来？不是我跟你讲啊、哦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那种传统，就是说每一次我带来的人啊，他都要走前面，所以你要走前面。真的吗？对，你要走前面，请您不要生我们的气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恶意。那我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啊，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过得很好。那我们都是本着善意的，走啊。好，你不走，我知道他要看到东西耶。我既然叫他走，他不走，你自己讲，你看到什么？上面一排啊，啊，那小姐坐在上面，快点，快上去。你说上面一排什么？一排椅子吗？不是，我一排邻界的朋友。然后还有椅子，还有椅子，然后他坐在那上面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他在这边。啊，真对不起，我在跟您鞠个躬啊，这是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打扰您了，请您真的不要，请大家不要生气。那我们今天我已经不晓得讲什么，好吧？那个小胖妹，你先吧。根据阴阳眼观众的说法，这楼梯早就站满了屋内的灵界朋友，当然这也让外景小组寸步难行。到底为什么一间空屋会聚集这么多的阴气呢？好，现在这一间房子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这一位小姐她的这个在生前呢，里面摆了很多的家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具呢，事实上都是这位小姐的嫁妆。那她准备是要带来，然后跟这个她的爱人，长相厮守啊。这个衣橱一看就知道也是那个当初的小姐她带来嫁妆。那现在我命令你把它打开，谢谢。先把它打开。这里面其实都已经是空掉了。等一下，这里面好像有衣服哦。来，你到那头，我们把它拉开来。放一二三。好，停止。这里面的衣服啊，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位小姐生前的，你沟通一下了。小姐，我们要可不可以拿一个衣服起来看一下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做。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同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让我打一个嗝表示你同意，好不好？那我要介绍一下，因为小胖妹她是那种灵媒体质，所以当有一些灵界的朋友要跟她沟通的时候，她就会打嗝。那所以刚才他是愿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以拿一些他的衣服起来看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经过那小姐的同意了。这是一件毛衣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件毛衣。那这是一件那种，也是一件毛衣啊。但是看这个花纹就知道，其实，哦，这是国外的，这是像国外一样的衣服啊，所以。其实这个资料都还不错，可见其实住在这里面的这个小姐，她当时应该是就是赚了蛮多一笔钱，所以她的其实生活各方面来讲都还不错。所以一进城是住一间是啊，嘿，本来一间哈，我本来我拢一间个摆，本来我拢一间摆，我就无去遐个摆着，
啊，我就本来本来我放这，啊有人讲啊，你们这样吼，不像话啦。啊，本来我放这咯，这还放烧酒啊，烧酒放这些底下那个那个摆。我讲啊我来这困吼，你搞完太太来托梦，托梦迄个礼拜二礼拜四那个。啊，我现在要直接走进去了。但是因为他现在还坐在床上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好，那我再跟你鞠个躬，真是对不起，那我就直接进来了。有打扰的地方，请您原谅我们。好，那小姐现在在哪里？在床上。她现在是坐在床沿上，还是整个坐在床上？在我照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坐在那边。嗯。那你有办法跟她沟通吗？没有，她面无表情，我不敢。外景小组原本和沈荣说好要他躺在这张床上和自杀者做感应，但他却临时后悔，甚至推说要寡杯问往生者同不同意。这看在工作人员的眼里，分明是沈荣想要借机躲过这场厄运，但是这命运的安排似乎让沈荣想躲都躲不掉。那如果说您愿意让我就是躺在你床上的话，那你就给我一个一正一反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杯。那如果说您不同意的话，我待会只丢一杯。那如果您不同意我睡在你的床上的话，你就给我两个反的或两个正的，那我就只会一杯就好了。如果您同意愿意我睡在你床上的话，那我知道这是对您来讲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打扰啊。那也希望您不要生我的气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来直接问您了。所以我比较坏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好坏哦，你们真的是。好吧，那没办法，那既然都他那小姐都同意了，那我只好这样做了。谢谢。谢谢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现在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女主人她生前最珍爱的闺房里面。那我后面呢，就是她最喜欢的一张床。她生前的时候常躺在这张床上。那我现在做一个实验啊，所以我要先上他的床上去。真的不好意思，那我要上床，请您原谅我，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的话。那这个女主人，她就坐在枕头旁边而已。那现在这个房间呢都没有人，那现在只有一台这个没有人的摄影机在这边照。那房间都是完全他们都不管我了，都在外面。那现在这边呢？幸好还有个法轮陪着我，这个法轮是一个密宗的法轮，那他这样子转的时候是表示一切都是平安顺利的，所以他现在在转。现在刘姐还没有躺下去睡，那个女主人目前都还是坐在这边并没有移动。是，那现在呢我要在这个床上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女主人的表情都是没有表情的，看到一些她生前的画面。现在我要躺上来了，好，我要开始了啊。收到了。有女主人移动了，那就要传我这边来了。好害怕。哇，这各种实验方法都有啊。零档的啊，这个现在看得到，还要去睡人家的床铺睡睡看。你看，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外景啊，跟其他灵异节目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我们每次都会创新想出一些实验的方式，然后能够跟这个灵界的朋友来沟通。那不晓得想请问一下老师，我们像这样做这样的这种实验呢、啊，它是不是有灵学根据啊？虽然说在一般来说的话哈、哦，就比较少做这样的实验，但是实际上是可以透过它跟它沟通，因为我们知道灵的东西它是一个磁场电波。那他会把他的这个电波的一个频率哈、哦、传达给你。如果说当你的本身的灵媒体质就是感应能力特别强的时候，他生前的片段画面都会陆陆续续的那么出现给你看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的灵媒体质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的话，他会把他的情绪电波整个传达给你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情绪。哦，
有一段你们在走楼梯，你突然间我们看到我们的小胖妹那个观众朋友就整个贴在墙壁上，在楼梯怎么靠上去？为什么呢？我有问过他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他说他一定要靠很紧，因为整个楼梯已经站满了。哇，原来他们全部就是那栋房子，他其实有住了非常多的鬼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们全部都来看我们，来看你们，都挤在那楼梯上看我们在干嘛？所以你知道像是贴贴，就好像我们出外景拍戏，有一群人都围过来，大家都在看。对啊，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当因为您本身它是属于我们当属于一种不是实体的东西，所以当你碰到它的时候，它会穿透过去。但是呢，基本上来说，他跟你，他会其实你就算你不去避开他，他还是会避开你。哦，他会让掉。那而且呢，他必须要看你本身的体质。如果说像有的人比较，我就属于灵媒体质的时候，你跟他感应的能量就会突然间有所感应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会因为我们的磁场太强，他自然会避开你。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，有时候我们人哈。啊，去看到一些东西回来会吓到，会生病，对不对？嗯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磁场能量太强，它不够那个时候回去以后，它也会不好的。嗯。我们接下来看看沈柔，你躺在那一边，你到底感应到什么，或者你看到什么？有没有谈五分钟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你们刚刚呢，从镜头上看到这个女主人吗？现在啊，已经躺上来了。那我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啊，直接跟那个这位女主人对话啊。爸爸，你们刚刚看到，从镜头上看到女主人，她已经是往这边飞到她的上空了，现在是跟沈龙姐姐平行的。专心的闭上你的眼睛，所以她现在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。有，他现在有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。我有让我们想象他当时是要亲亲好吗？谢谢。他是在你们现在位置附近，从上吊自杀的。他现在到现在为止，他有没有想要报复过这个男孩子呢？他永远想不到更好的方法，因为心都会软。那你现在问他，如果说今天我们在电视上要请他讲一句话，对这个男孩子，对他曾经让他这么伤痛的这个男子讲一句话的话，请问这位女主人会对他说什么？他虽然很恨他，可是他永远很爱他，他希望他有空能回来看看他，回来这边他们所曾经要一起共创未来的房子。因为其实他也觉得他心里也是毛毛的。那这一阵子呢，他就搬到他的阿姨家去住。那阿姨隔天当天晚上就做梦，梦到说他的身体躺在沙发上，可是他的人呢却跑到他阿姨的门口，那种表情、那种神情，就是好像传递一个讯息，是求救的讯息。那我请问一下，连范有没有总统命？有的话，请坐着。连范是不是有总统命？是的话，是的，我先听问题，好吧？好，先问出问题来哈。神桌，请问一下，宋楚瑜有没有总统命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右转。宋楚瑜也有总统命啊。神桌，宋楚瑜有没有总统命？有的话，请右转。